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侠厝》。好心要甲你斗三工，啊，你会使欺负人啦！老爷，我无啦。好啊，去甲回信嘞。好，去甲回信嘞。我郑冲啊，你安尼足无公平哦！唔知头唔知尾，哪会当怎听阿虎讲的话，就要叫春香去回信嘞啦？淑琴啊，明明是春香伊唔对啊，伊欺负文英啊，我叫伊甲伊回信嘞，这有啥物无公平？春香来咱当遐尔啊侪年啦，啊无看伊跟啥人冤家过，为啥物文英一来就出代志？敢讲伊都无责任哦？无啦，头家娘啊，是我真目睭看的哦。我咧甲头家讲话，你点点呢？我相信阿华，伊袂讲白贼啦。这代志吼，一定是春香伊唔对啦。就算讲春香有唔对啦，嘛袂当拢怪伊啊。你做头家吼，咱遐尔啊大细心啦，惊心气骨。你讲我大细心？野心气骨，嗯，你是讲伊对去啊？敢讲唔是哦？好啦，你讲我无公平啦，来，你脚头，代志让你处理啦。哎，头家啊，你看了没？这件代志吼，两个人拢有唔对啦，文英甲春香两个拢要罚跪，拢爱罚跪。你是讲唔对伊无啊？文英也无做唔对，伊是来跪。嘿，查某囡仔做唔对代志，当然爱罚跪啊。我不是叫你罚跪，你在紧张什么啊？你讲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头家，头家娘，你莫为着我的代志冤家啊！是我唔对，罚跪，罚跪。不要，你看，你莫唔对，你免跪。头家，我唔对，是我来惊咱厝内做空，我应该跪。哎，不要，淑婷啊，这就是你的公平啦！你话你好，你竟然对我大细声！我头先要走，你好起来，快起来，起来啦！啊，你也知啦，每样都贵啊，你免贵哦啦，弄啊你！哦哦，头家啊，这弟弟又过来啊，这雄雄动点啦。那你想啥？奇怪，那文英啊，哪这尔啊戆啊？伊也无做唔对啊，是哪要接受处罚啦？头家啊，你用头壳认真想看卖，文英若无把所有的代志拢打乱，你让头家娘唔知要冤家伫当时咧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伊为着麻烦翁仔某冤家，伊甘愿牺牲伊家己？接受处罚，嘿，你敢拢看无？文英啊，这个查某囡仔心肝是真善良。嘿，甲大你才知，我头一摆看到伊，我就知伊是一千个、一万个都拣袂出来好查某囡仔。啊，点点啊，迄就无得找。哎，头家，等有搁讲真相啦。头家，哦，我知，你的烦恼哦，永远唔知要困在一间着。唉，阮阿公讲的，一翁一某无人知，啊，一翁两某就死三代哦。点点啊，迄就无底找哦。文英，文英。
老爷，那你这条性命吼，都唔当我救你一条命啦！你走，你走，我走出去。等开的走嘞走，我这心一条狗尾还想变一个老爹。小弟只系怎冤枉我，阿母也唔肯原谅我，以后的日子我到底是要哪过才好？弟头家娘，弟头家娘，这么暗啊，哪会休困？我困未起啦。你头家娘，你身体爱顾哦。我身体也无带你一身讲的，有啥物通好讲？哎呦，你头家娘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啦！那你讲我一支草一点落，每一条性命拢嘛有伊价值啦。每一条性命，就像像阿母所讲，我十条性命，嘛无法度抵小弟子老天爷的囡仔一条命。哎，那是吼，头家妈生气咧讲话，你莫放在心肝顶啦。阿妹没了道理，就连小弟子，伊妈恨我恨了真有道理。总共一句话，我是一个罪人，就是永远拢无头家妹的事实。你头家娘，你也不是超过伊的，你吼莫给家己排遐大罪名啦。杨哥，小弟子很相信我。李头家娘，迄大头家娘的性地哦，是毋是真歹啊？我看伊吼，啊常常拢甲头家啊为着一点仔代志哦，啊就冤家冤家呢。其实吼，我感觉头家哦人袂歹呢，啊因单家佫遮尔啊有钱，送若嫁互伊哦，一定足幸福。啊，就像你头家娘哦，你当嫁予头家，这是你的福气呢。福气？做哪里？有啥福气？啊，不管怎讲，你嘛是单家的头家娘对无？卖拢是你头家，就算说是单家的大头家，我嘛无爱做。进来。阿母，我来给你请安。哎，淑珍啊，你身体唔好，都唔免来咧。爱啦，规矩就是规矩，袂用破坏啦。淑珍啊，讲真经个啦，你确实有影是一个好媳妇。也毋过吼，天公伯啊，都唔肯予你为咱陈家生一个一男半女。真无简单，才有心，煞来老耳煞去。哎，阿母，我无资格做陈家的媳妇啊！哎呦，淑珍啊，你千万唔通误会，阿母无这个意思，起来，紧起来。我是讲真实，阿母，我对不起陈家，你叫建昌家己演呐。哎呦，戆囡仔嘞，但囡仔老体也毋是你的唔对啊啦，是安怎就爱甲你离言？会得咯。建昌早班嘛是安尼做，你哪有这款想法？啊，都今仔日啦，建昌为着婚姻哦，甲我大细声呢，伊从来拢唔捌安尼对待我过。啊，是为着什么代志？啊，都婚姻啊，伊甲春香在冤家啦，啊，建昌也无问清楚，就咧骂春香啊，我看袂过啊，啊骂伊几句啊。啊，想袂到建昌哦，煞骂我予伊看啦！啊，原来是为着安尼哦。哎，淑珍啊，但你嘛知影，文英是建昌甲救转来嘞，无得假是因为安尼吼，建昌对文英有较关心淡薄仔啦。我是无得怪建昌啦，只是哦，文英这个人哦，我袂放心啦。为什么？啊，文英来啊，就咧巴结阿母。表面上吼，
足乖足骨力的，啊！伫背后出来甲春香冤家相拍，我看吼，伊这个查某无简单啊！唉，小丁啊，但文英只不过是一个查某囡仔，伊是会当安怎啦？免想遐多啦。我嘛无想要想遐多啊，啊！不过伊才来无外久，建昌都为着伊。好啊啦，小丁啊，但建昌吼只不过是为文英，啊，骂春香啊，甲骂几句啊，尔，啊，伊也无安怎啦。你是啥物时阵变到安尼度量这话哈？阿母，啊建昌安尼无分轻重哦，我惊婚姻哦会互伊想甲袂记家己是啥物人啊啦。哎呦，无你到底是咧惊啥个啦？啊，我会记得讲当当年娶彩云的时阵，嘛无看你这么紧张啊。娶彩云无同啊，啊娶彩云是阿母安排的，啊建昌嘛袂为着彩云搞冤家啊。我根本哦，我甲伊当作无这个人。你若会晓安尼想上好啦，你爱知影哦，真正头家娘是你呢，啊，别人算啥啦？虽然讲表面上彩云是李奶奶、李头家娘，也毋过实际上，哎，只不过是阿母原用钱甲买转来替咱陈家生囝的啦。啊，你嘛知影，建昌也无得爱伊啊。讲较好听嘞吼，是李头家娘啦。咱若讲较歹听咧，哈，只不过是吼替咱陈家生囡仔的工具啊，尔啦。李头家娘，别叫我李头家娘，我什么拢不是。李头家娘，你别艰苦啦。我现在袂艰苦，我是一个人咧，所有当作是生囝的工具。我当面当家人的心无，甲一只猪母有啥物无共？无共的是我互伊媳妇，我为因当家生伊男伴侣，我连一只猪母都不如。李头家娘，你莫怪我狡话，我想要问你，你当初为什么会答应这款婚姻呢？我根本就无选择。阮阿爸、阮阿母，强逼我都要上火去，因为陈家的骗局，有够分买上好的餐厅。安尼不是敢若你卖查某囝嘞？生出来的查囡，不是强卖掉，我都分阿做媳妇，搞不条路通我行啥？其实，我会当了解你的痛苦。当初我嘛是安尼，后面去地点啊，我们才拼性命走出，走出来。我无多等待后头出，我根本都无希望当个等家，我继续躲，我要走出去，我一个人是要走去的。李头家娘，我是讲我走出来，不是叫你走出去啦。你千万唔通安尼讲啦，风听到，安尼就害啊啦。想起你。小丁啊，讲来讲去吼，为着一个文英这个查某囡仔，你安尼甲会计较，会失去你的身份啦。阿母，好啦好啦，建昌那边吼，我会甲驾驶，我会叫伊甲你下唔着啦。阿英姐阿妈，回去房间困啦。好啦，阿母，安尼你先休困，我回来房间啊。哦，等一下。阿母，什么代志？小丁啊，你的心情吼，阿母真了解啦。假使你若是惊伊讲建昌会来联络你，你吼就爱用心去顺利。你的个性吼，都是上过倔强啦。但做查某人吼，就爱会晓温柔体贴。
牵牛爱用。我来了。林德啊，多谢你。建昌啊，你今仔会晓对我讲多谢哦。啊！你倒茶给我啉，我甲你说多谢，敢有啥物唔对是？无啥物唔对啦，啊！不过咱是翁仔某呢，除了多谢，你无别个话通讲啊？我倒是要讲啥啦？我，你看啦，你逐摆讲话拢咧吞吞吐吐，拢讲到一半个啦，我变哪会知影你心肝内咧想啥？你个心内根本都无我，哪会想要来了解我个心事啊？好啦。那呢吼，我想要了解一下，一天我去恁家，迄个小查某是啥物人？你们这边创啥啦？我想要关心你，想要了解你啊。迄个小查某，我从来都毋捌听你讲过。不准你叫伊小查某！我不准你叫伊小查某！不准你叫伊小查某！你咧是咧创啥哈？你毋是叫我关心你，叫我了解你，而且我讲迄个小查某，毋是讲你啊！你发这么大脾气是要创啥？陈建昌，我警告你哦，我不准你叫叫小查某，我也不准你在任何人面头前提起这件代志，听着无？你听着无？想起你。文英啊，阿好呀，阿好呀，你找我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无代志啦。啊，我着吼，透早一起床吼，就足想要看到你的咧。无啦，无啦，毋是，我的意思是讲，呾你来遐久啊吼，啊，毋知带了关系袂啦。阿好呀，我带了就关系啦，多谢你。哟，啊，你今天怎啊？我就伫阿花啊，阿花，嗯，啊，这阿花这粗重的工课，这水桶这重，我来做。好呀，我来做，好啊，这我的工课啊。无情。